由来耍特技哦。你以为玩溜溜球只有这样子吗？今天让你大开眼界。既然环游世界不用钱，那我就飞去远一点地方。我飞去比较浪漫一点地方叫哪里啊？法国巴黎看什么？埃菲尔铁塔比较大。啊，然后还可以飞上外太空看什么？看溜溜球特技故事化，就是杨元庆独家的表演方式秘诀哦。我觉得就是要够专心。一开始玩的时候，他蛮反对，他想说学测考这个吗？职考考这个吗？啊，你玩这个干嘛？然后连可能学校同学都会笑，就说啊，你玩溜球能干什么？能当饭吃吗？然后就为了这口气，我爬上来了。全力在轮转之间，其实杨元庆念的是戏剧。平时下了戏台，两手离不开最爱的溜溜球。20岁拼出台湾溜溜球赛冠军，也获选十大杰出街头艺人。你下去就手定住。哦，定住。你会有一个往上拉，然后它就会乱跑，手就直接定在那边，不要动，等过来。It's coming back， 他回来了，他回家了。光学最简单的空转就让我彪悍，练半天溜溜球还是不听话。小老师说，要玩得好不难，耐着性子练习，也可以享受高速的飞跃动感。